我會再重複一下咧，喺我發覺啊，喺釋放邪靈啊，或者係祈禱醫治疾病啊，或者幫助佢心靈釋放啊之類嘅禱告咧，我都發覺即係有一個方法係好有效咧，就係咁樣嘅。首先咧就係輔導，幫佢處理生命，就係佢生命裡面有冇第一有冇深信神好愛佢，因為如果人對神有負面嘅諗法，即係覺得神唔公平啊，神對佢唔好啊，咁呢個咧就即係好難釋放，因為同神關係都唔好啦，點樣可以釋放咧？係咪？所以第一就係對神好正面啊，好中意神，因為神的而且確係非常可愛，對我哋好多個祝福嘅。咁而且保持呢個關係，即係有呢個信念同埋個關係兩樣嘢噶嘛。佢有信念先，然後跟住個關係保持好良好，咁而且咧係保持聖靈充滿啦。咁呢樣嘢就係。 係要需要靈嘅禱告啊，用心靈整個心靈愛慕神，又相信神愛我哋時時喺呢種嘅狀態咧，就一路多親近神咧，慢慢隨住一禱告，即刻有聖靈充滿，即刻咧感受到平安喜樂能力喺自己裡面嘅。咁即係可感受到神嘅同在，聖經所講嘅平安啊、輕省啊、能力啊，或者係身體嘅舒服啊，有時有喜樂啊。 或者有愛啊，呢啲即係可經歷到嘅神嘅同在。咁咧就呢個係首先同神關係。咁跟住就處理生命啦，處理有冇俾人影響？處理負面罪啦、負面思想、負面情緒啦、性情嘅問題啦、負面潛意識啦。咁咧或者唔好嘅生活習慣咧都處理啦。咁呢啲詳細我就唔講啦，就可以睇翻輕鬆得勝裡面咧就有詳細講到點樣處理。 咁樣而處理之後咧，咁每日都即係處理咗嘅意思咧，就唔係一次過處理咗就話啊，我暫時唔俾影響，而係長時間唔俾佢影響，長時間唔俾任何人影響，長時間唔俾任何困難影響，長時間咧我享受神，時時親近神。咁嘅時候咧喺自己祈禱親近神咧，又趕邪靈咧，咁咧一路都冇反應，即係話呢個人咧就即係。 嗰啲邪靈就已經唔係影響緊佢啦。咁如果有反應咧，就譬如硬咗啦，好似隻先個祈禱嘅時候咧，就即刻有啲彰顯啦。咁樣咧就即係其實我重複都嘗試用呢個方法，我發覺好有效。由我早期嗰陣時趕邪靈咧，我就發覺有啲人咧就好硬嘅，即係趕一有邪靈，哇，成個硬晒。咁我發硬嗰時咧，你猛趕咧，佢都冇反應嘅。 咁我就發覺話俾佢聽，有信心耶穌愛緊你，耶穌得勝嘅，唔係好難嘅，唔好諗住趕邪靈好難啊，諗住係容易啊，耶穌已經勝過魔鬼所有嘅仇敵一切嘅能力嘅，咁所以咧有信心，咁然後咧就吹佢出嚟，咁但係呢次先嘅釋放祈禱啦，因為佢唔能夠合作啊，唔能夠合作，吹唔到，裡面就想，裡面就想嘅，但係咧做就做唔到，咁嘅時候點樣做咧？ 就深呼吸啦，深呼吸，咁起碼深呼吸就諗住嗰啲邪靈要出嚟，出翻，即係個呼吸嘅時候，深呼吸又放翻佢出嚟，咁嘅時候咧就更加容易咧，就即係話喺未曾完全合作到嘅時候咧，就可以用深呼吸嘅方法，又將佢吹出嚟。當咁樣去做嘅時候咧，就雖然初期嘅時候，有時嗰個彰顯依然持續一陣。 因為裡面咧唔能夠合作到，因為邪靈咧嘗試控制，所以咧就控制，即係自己做唔到，吹唔到出嚟啊！吹唔到出嚟嘅時候咧，就喺裡面有信心，耶穌得勝嘅，然後咧深呼吸，然後出嚟。咁做好幾次咧，開始吹到啦，有吹到咧就快啦，一吹到咧，就最緊要咧就係有信心啦，有信心咧就奉耶穌嘅名，個心諗住奉耶穌嘅名。 吹佢出嚟，咁啊喺住先啦，再一次證明咧就係咁樣係好快。咁我就發覺咧，有啲人趕邪靈第一就好大聲啦，趕好耐啦，趕嘅人好辛苦，被趕邪靈嗰人都好辛苦，就好似有時趕好耐都唔走。但係用呢個方法，我就發覺好快咧，幾下咧佢就鬆咗咯。鬆咗咧，因為再祈禱咧，可能有另一種嘅彰顯。咁啊，但係另一種彰顯又係同樣嘅方法，又係。 如果可以就吹，係諗住耶穌得勝咁樣嘅心態啊，奉耶穌名嚟去吹，咁然後咧
吹咗出嚟咧，咁啊鬆咗啦，即係吹連續吹幾下咁啊鬆咗啦，咁咧就即係變咗好快脆釋放到啦。咁又再點做咧？又再聖靈充滿啦，再一次愛慕神，又聖靈充滿，一聖靈充滿咧，嗰啲邪靈又彰顯啦，彰顯又再吹，咁樣連續嘅時候咧，就發覺咧好快脆咧就越嚟越少啦，個彰顯越嚟少，咁即係話裡面嘅邪靈越嚟越弱啦。咁我就發覺呢一個方法咧，喺我趕邪靈嘅時候咧，我都發覺，即係我多次用咧，都發覺好有效啊。咁所以啊，即係呢個都感謝主啊，俾我用呢個方法。咁大家都可以試下睇下咁用。但係你通常嚟講咧，佢開始佢合作唔到，咁你就講定俾佢聽，未趕之前講定俾佢聽。一有咁嘅情況，你個心即係佢個心好想，但係個裡面咧出邊做唔到。即係先你都做一啲手動作，譬如啦，好似觀音嗰啲手嗰啲動作。咁咧就叫佢停止，但係咧佢停止唔到喎。奉耶穌名叫佢停止，佢都停止唔到。咁嘅時候咧就點樣咧？喺裏面啊，自己一定要合作。自己咧就心裏面諗，奉耶穌名佢一定要停止，又有深呼吸吹佢出嚟，又再可以嘅時候就直情就刻意吹啦。咁咧就好快脆釋放到。咁呢個係我發覺係即係一個可容易趕邪靈嘅方法。就但係跟住翻屋企要處理生命，處理生命咧就係話任何嘢都唔值得因為佢而影響同神嘅關係，任何嘢都唔值得因為佢而犯罪或者激氣怒躁，以致影響我同神嘅關係，就係時時保持喜樂嘅狀態，咁咧就可以隨時喺神嘅同在咧就邪靈唔再能夠攻擊影響我哋，這個就保持長期。點樣保持不受邪靈影響啊？即係我係長期，我係即係唔受任何人啊、情緒嘅影響。如果有任何嘢，我都會處理嘅。處理咗我就放手啦。咁我就即係需要繼續處理，我就繼續處理。如果唔需要繼續處理，我就放手。咁亦都有啲人係同我有關，我就會去管理、去幫助。但係同我無關嘅咧，我只能夠代禱。即係譬如話。某人話啊，某個地方有個傳道人，或者某個地方有個人做一啲嘢唔好，咁我話呢個唔係我負責嘅喎，我唔能夠去人哋嘅教會話，喂，你有個人有個問題，有人話俾我聽，我唔可以去負責全世界的地方，所以周圍嘅地方嘅人嘅做嘅行為咧，我係唔需要，除非神交喺我手中，神俾個機會我就去幫佢哋啦。如果唔係嘅話咧，我唔需要為到啊有啲人好離譜喎，咁我唔需要受佢影響啦，咁即係我冇責任喺佢身上，但如果我同佢有接觸嘅，我就即係又可以就問神啦，係咪神俾我呢個責任咧去管理？咁我所講嘅意思就話，有啲人同我無關，我唔需要受佢影響，因為世界上實在太多問題嘅人，我唔需要受佢影響嘅。OK， 咁呢個方法大家可以試下用嘅時候咧，你就睇下係唔係能夠即係真係有效地將邪靈趕出嚟。我都試過好多次咧，都好快就鬆嘅，睇住佢。